重要，真是真男人。今天我们来试试看这个糖果，它叫做二阶糖棉岛，听说是可以让一个很想睡觉的人，然后瞬间精神变好的糖果。你上一次睡觉是什么时候？大概刚刚天早上。哦，今天早上凌晨五点到现在都没有好好的睡过，那他现在非常的困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。他说吃五个精神就会变得非常好，那我并不知道他吃了为什么精神变好。那你要一个一个加还是四五个？四五个，真是真男人，四五个真男人。你是全部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鹤有没有？他后面写一个鹤，好像宝石的。球。哦，有量吗？还蛮量的。有比 L 的量吗？差不多。你要咬破看看。他这个是五颗会死掉，是凉到死掉。他精神有没有方便？鼻子痛。吃这个治鼻塞，这比 O V 还凉。哎，这真的蛮惨的。他们都只挑战了一，这会不会是你的代表作？超哎，对，超。然后四颗是鸡，五颗是海关，关接到来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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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他完全看不出来他吃了什么。你除了流汗之外，我看不出来你到底有什么两样异样。那你知道那个？厉害。哎，这样子你被比掉了。我没有他那么厉害啊。三颗。他刚说你刚吐了，你也被人接受。厉害，厉害。真的是流汗，真的流。你好夸张。还好。还好。好猛哦。什么味啊？应该是他的味觉，他的味觉。还有梗的，哎呦喂！
冰棒。好强哦！对啊，对啊。可是那时候没走呢。哎，你有觉得比较有精神吗？稍微，稍微。有凉吗？有凉。有凉。你怎么好像也流口水的问题？他就讲说，我就讲到这边了，东西就一直会想要出来。精神还好吗？好。那精神有变好吗？鼻子有通吗？有，鼻子有通。好夸张哦！我们超稳。你用什么嘴里发音的？用舌头还是感觉超稳。黑熊真的不错，以后奇怪的食物我要先找你。那你走啊！所以你有表情啊？不是，如果他倒下了，就代表说那个绝对。对，他的 level 太高了，他的最后魔王，那我还是找阿伟好了。阿伟战斗力感觉有强。耶！快快请进来，我一起讲。妈妈，爱你。